伸出你的手，你看，这是你的生命线，这是事业线，这个是感情线。手上的线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状态和未来。对于这种说法，我是不太相信。可是每次给奶奶缠毛线，都会把她讲的这些当成故事来听。听着听着，手上的线就完好了，一根挨着一根，笔直的。奶奶会边摸我的头边夸我，这也是每个晚上开心的源泉。长大了一点以后，我就发觉生活里不是每条线我都捋得顺。想用音乐留住放学路上陪我回家的人。想和时间赛跑，追上那个期望中的自己。想打开心扉，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。你别再吵，我烦死了。可惜我都做得不太好，越紧绷好像就越曲折。这几年来来去去很多地方，总是奔波在错综复杂的城市里，从老家到了重庆，又从重庆飞到北京，从这个点努力地去触碰下一个点，在横平竖直的世界里横冲直撞。其实有点像生存游戏，你想要走最直接的主线剧情，但总会出现一些意外和惊喜，让路线失去控制也变得不同。那些关于爱情的、友情的，还有亲情的，所以起点和终点之间有没有可能不只是直线呢？这条路上来来往往，如果找不到人分享，有时候一个人感受音乐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。重复的生活，莫名其妙的坚持，或许没人在乎现在努力到疲惫不堪的你，但未来的自己一定可以看到。我们都尝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表达爱，接受爱。无论如何，当你迷路的时候，你会需要他们的。我也不知道这条路上那个目的和终点到底是什么，但回头看的时候，那些直线和曲线才让我们成为了现在的自己。做小手的快乐，噔噔噔。